第23题，请问25秒时汽车的瞬时速度为每秒多少公尺？那我们看到我们说了20到30秒这边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VT 图我们只会做两件事情，直线求加速度，面积求位移。刚才的前一小题已经算出来了，我们加速度的大小是1。那么如果没有前一小题，那我们在这边另外找两点，那么算出来加速度要跟我们用25秒算出来加速度是一样也可以。那么25秒的时候呢，我们设我们的速度是 V， 那么我们的加速度呢，就是花多少时间，有多大的速度改变。那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加速度是1，我们20秒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速度呢是10，然后我们呢25秒的时候呢，速度是不晓得 V， 所以呢1就等于呢 5V 减 10， 那5就等于 V 减 10， 所以 V 就会等于15，所以我们第23题问我们说汽车的瞬时速度为每秒多少公尺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15。